来长岛办事儿，得知离电影儿《纯真年代》（The Age of Innocence） 的取景地之一，那座充满迷人色彩和传奇故事的庄园 ——Old Westbury Gardens， 已经很近了。于是，怀着好奇心，立刻驱车前往。这座百年庄园的主人是美国钢铁大王约翰·菲利普斯 John S. Phipps。 1903年，菲利普斯为了兑现自己给英国未婚妻 Margaret 的承诺，在这里建造了这座与 Margaret 家乡的巴特尔修道院一样的庄园。庄园采用查理二世的设计风格，由著名的英国设计师 George A. Crowlove 设计，共有23个房间，占地160英亩。庄园于1906年完工，菲利普斯一家开始入住。在入住后的50多年间，菲利普斯家族收藏了大量的精美英国古董和装饰艺术品，陈列于庄园的角角落落。参观浏览过庄园内部，我们开始信步来到庄园的后花园。那一望无边的绿地和精致镂空花样的大铁门，想象着主人浴火慢慢悠悠比肩骑马远去，亦或乘坐马车风尘仆仆办事儿归来，禁不住为爱情的神奇魔力而感慨万千。